大家好，我是陈瀑笑，我在佛罗里达做心脏医生，我是专科在移植方面的，因此呢也对免疫这方面的知识有所了解。另外呢，我也有医学伦理学的训练，因此呢，虽然我不是流行病学专家或者传染病的专家，但是在一个全新的病原体侵入人类社会的时候，作为医学人员，其实每一个参与临床医疗的和研究的医学人员都应该有发言权，而且基本上全世界的专业人员都在不断的努力去增加资料，让每个星期我们都有很多journal 叫做杂志，不同专科的杂志，我们都懂得怎样比医学以外的人恐怕更懂得怎样去读原始资料。因此呢，我觉得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医疗人员去谈论关于防疫的问题。那么我在去年美国开始有疫情的时候，就是开始发现疫情的时候，1月20号在 Seattle 第一个例子，然后到了在 Chicago 又得了第二个例子，这些都是开始了美国的所有的医生和欧洲的，就是当时已经在意大利的Lombardi 已经开始有很厉害的新冠的问题。所以呢，医学人士一直在，有兴趣的人在业余的时间工作之余呢，就算不是直接是传染和流行病学的，都在 Twitter 去关注，特别是 Twitter。因为呢 Facebook 呢很多是社交的个人生活的东西，但是 Twitter 呢很多的喜欢学术的医生呢都有积极的参与。那么我本人这么多年来也是从 Twitter 看到了很多世界各地的在美国罕见的心脏的问题，心脏的感染的问题啊，和一些罕见的遗传病的问题，在美国很罕见，但是在其他地方可以见到。所以 Twitter 对于我们每一个医学人员及时的交流信息有很大的作用。那么在 Lombardi 一直有很严重的新冠的病例冲击医院的时候，引起的社会的恐慌已经让美国的医学界感到岌岌可危，觉得应该是很快就传到美国了。因为毕竟在全球化的时代，不是2002年2004年之间的 SARS-1 或者是2015年的 MERS， 那个中东呼吸综合征和第一代的 SARS 呢，那个时候全球化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不过呢，在医学界一直在越来越热烈的在 Twitter 上讨论的时候呢，美国的政府的行动就滞后很多。首先呢，最关键的是不同的职能，不同的部门，他们的职能分工很细。分工很细的同时呢，也带来了因为长期是分隔管着不同的领域的，引起他们之间的交流不是非常顺畅。那么在各司其职的同时，专业分工是很好，可以纵深的发展，但是在急性这么紧急的全球流行病发展的这么快的时候呢，真的需要各个部门去联合的。而美国呢也不是没有过意识到应该不同的部门去联合解决紧急的遗传病的问题，但经过了三个不同的总统，从布什，就是小布什，
在2005年，他已经开始觉得要很严肃的对待可能出现的非常明显的，就是非常严重的流感病毒的变异株引起全球大流行。到了奥巴马要面对的是 Zika， 还有呢，Zika 呢是一个病毒呢引起，虽然是病的人不是非常严重，但是假如妇女当时是怀孕的话呢，生出来的小孩的头是很小的，所以呢这个是奥巴马要面对的，还有Ebola， 这些呢都已经让美国的医学界知道其实严重的传染病来袭是迟早的问题。只不过因为 Zika 和 Ebola 都很快就消失了，一个传染病的消失不是完全就是因为人为的控制很成功，它的病毒和病原体本身的一些特性我们还不能完全明白的，能够让它自己就消除了。也就是说所谓的清零是不是非常有一个因果关系呢？当时Ebola 和 Zika 是不是因为清零而造成这个政策造成它的成功的消失呢？也未必，因为当时的美国的各个部门其实也没有现在和现在的这个混乱没有很大的区别。我先讲讲这个混乱是到了什么程度。首先呢，在美国 CDC 呢是传统上是一个研究的机构，它在历史上一直都关注了美国的常见病的每一年的发生率来调整它的公共卫生政策。比如说吸烟呢，CDC 在吸烟的控制得到了很大的胜利。糖尿病的控制呢一直都是很大的问题，美国人太胖了。那么他们在制定关于甜品就是饮料的糖分的控制这一方面的政策，他们是提供了很多的数据。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研究机构，提供给政府很多制定政策所需要的数据，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行动的部门，它并不是一个直接去参与制定就制造试剂的部门。制造试剂呢，它可以制造少量的试剂作为公共卫生的监测，把这些试剂分到全国的100个公共卫生的研究所，就是检查站，但是作为临床上的诊断，就是诊断个人的疾病呢，是 FDA 的职责。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当一个传染病来得这么快的时候呢， CDC 它还是要坚持这是一个公共卫生的事件，应该标准制定试剂的标准是由 CDC 去制定，然后 CDC 说我根据我的制定的标准，我制造的这些试剂呢分发到这100个地方去做一个初步的探索，知道每一个地方的大概的发病率。可是当很多病人涌现的时候呢，这些首先这个概念是有缺陷的，数量肯定就不够，因为 CDC 不是一个制造工厂，它虽然也有自己的制造部，但是它制造部呢也是和研究部门相隔得太近了，所以呢造成了其中一些试剂的污染。而且呢 CDC 是一个研究型的想法，不是一个行动型，因为要马上做出行动的话呢就不能完美，就是完美是做得好的敌人，就是perfection is the enemy of good。 当你有一个
一个执念，一个固执的做法，就是用科学的严谨的方法去做解决实践的火烧眉毛的事情呢， CDC 就做得不好了。首先就表现在他们的这个试剂呢，是他们决定有三个盒子，第一第二个盒子 N1 和 N2 呢已经是足够识别新冠这个病毒的。德国的试剂呢，就是首先给 WHO 世界健康组织接受的，全世界很多国家已经 在马上用，他们就只有 N1 和 N2 只有两个盒子识别了新冠的最就新的这个新冠的病毒就好了，它的敏感度和特异度都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呢 CDC 呢就觉得要加一个第三个盒子，我们要做得更好，因为第三个盒子呢就可以排除一些虽然也是新冠但不是引起这一个新冠的病，那么就增加了它的特异性。问题就出在这个第三个盒子，它的发出去的一部分的试剂有这个第三个盒子不能作用的，就是有了污染的。可是那个时候还不是更糟糕，假如 CDC 能够放下他做事要完美的执念，就可以起码允许不幸得到了这个有污染的第三个盒子的这一批的试剂的纽约州先用着已经开始两个盒子都可以成功测试新冠的，就像德国和 WHO 接受的这些试剂的标准，很多国家已经在用，但是 CDC 呢就坚持说我们很快就解决这个问题。那在当地的特别是纽约的卫生部门和医疗部门实在是很焦急的时候，每一次去催促 CDC 和 FDA 呢是管着直接去诊断病人的那些试剂的质量，那么 FDA 呢就说现在已经是关系到病人的诊断和治疗了，不仅仅是你在采集 数据知道这个公共卫生的哪里严重去指导你分配资源，而是现在已经是个人的安危的问题，可不可以让我们来帮助你来定一个让所有的商业生产试剂的那些公司都可以积极参加的一个标准，假如你把你的标准能够降一点不需要这个第三盒的话呢，我可以帮助你把这个，我可以看你的数据，假如我也觉得有两盒的像德国的那样的都可以符合诊断和治疗病人的目的的话呢，那么我会给一个准许让其他的商业的试剂生产商都可以参与，这样才可以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呢 CDC 呢就很坚持觉得这个是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你首先要有很完整的法律文件去保护它的知识产权，因为以前他们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东西呢给人家用了，一直到现在还挺有芥蒂的。另外呢在 CDC 每个星期都在说我们正在解决这个，很快就可以解决，我保证一个星期拖下来到一个星期，这整整拖了六个星期的过程中呢，其实他每一个星期都说我下个星期就搞好，已经呢当地的医疗部门就是纽约市已经是焦急的不行了，FDA 呢就已经跟一些商业的公司讲，现在呢你们愿不愿意，假如我已经要了这个，因为 CDC 已经开始有点泄气就松口了一些，就对 FDA 说我可以给你，可能可以给你
这个让其他商业的部门去生产的这个标准。那么 FDA 去问这些商业的公司呢，就是私人的公司呢，到他们不愿意，为什么呢？他们以前就也曾经，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CDC、觉得就是给商业的部门要了用了他们的知识产权的东西、没有很好的得到保护。那么这些公司呢也上过法庭和 CDC 打过，所以呢也心有余悸，就觉得呢、他们都很怕，除非有很明确的法律保护、说他们不是抄袭。同时呢很麻烦，同时呢、FDA 呢、在得到了很多的关于就是试剂的不正确的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也急迫的需要有在中国的第一代的病毒的样本。因为呢在中国呢在上海的一位研究人员张永珍，他在1月12号把他个人的行为，把新冠的基因链告诉了在 Sydney 在澳大利亚的一位同事，不是同事，同行。这位同而且给准许这位同行发表在国际的网站上。那这位同行除了 发在了、网站，还有在自己的 Twitter， 那一天就马上引起全球的轰动，就是完全符合了很多人的怀疑，就是在武汉传来的这些信息呢恐怕是新的一种传染病。而这一个基因链呢就核实了，让大家知道哦，这真的就是 SARS 的另一种形式。而同时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位姓张的研究员的研究所就被关闭了，就被上海的卫生局关闭了。但是有了基因链还是不够的，因为呢基因链就像一条绳子上的每一颗珠，就是一个项链，每一颗珠你都知道了，但是这个病毒是一个三维的一个立体的东西，它怎么打的这个结现在的很多变异除了可能是核酸的一点点的一点两点九点三十点这么多个点的变异之外，还有它的折叠的方式。那没有了实际上的标本呢，就不可能发展药物和很快的发展试剂。那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滞后。其实到现在一年半了，快两年了，中国一直没有提供第一代病毒的样本，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于估计这个病毒的来源是很重要的。虽然到了后来，当然因为中国政府不愿意分享这个标本呢，其实这个分享标本呢是在2005年的世界健康规定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 中国是其中一个签字的国家，说好应该分享的，但是中国没有。那么当时就在美国是首先在亚洲的某一个国家买到了，就是得到了这个样本，但这个样本就不是第一代的样本了。因为呢新冠呢虽然它的变异是比其他的冠状病毒要慢一些，就是我们人类有四种的冠状病毒是长期存在于社会里面，每年呢就引起大概感冒的30%左右的病例是由这四种冠状病毒引起的。但是这些冠状病毒的变异实在很快，很难做疫苗，而且症状也
致死率也不是这么严重，所以呢就没有研究疫苗。但这一个呢，它的变异稍微慢一些，但毕竟还是冠状病毒单链的 RNA， 所以它的变异呢是同一个传染链的每两个星期左右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异。那么变异其实就是它在分裂的时候复制的时候的一个差错。那大部分的变异呢，它不能达到，因为是差错，所以呢就不能达到让它更好的感染人或者其他动物，也就是不能让它更容易找到宿主并且感染，也不能够让它更好的分裂的话呢，这些变异就死掉了。就是它畸形，就像非常畸形的一个动物，它生存不了。但是有个别的总是有，你越多的变异呢就越有机会可能会撞到了好的运气，就让它更好的传染。所以呢在美国从亚洲的其他国家得到了这个病毒的时候呢，这已经不是第一代的病毒。好，讲回来，没有了，一直都没有这个病毒的样本呢。当然你是说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基因链去复制一个，但是复制病毒呢需要很高级，不是高级，就是很严格的管控的那一种实验室才可以做到的。这个呢到了三月初就确实有实验室做到了，但是这个之前已经好在很多国家已经在其他的亚洲周边的国家，可能是泰国吧，已经得到了病毒。那在CDC 和 FDA 互相没有合作的好的同时，我是想说呢，在美国的这些不同的部门的合作的不好，是造成了一开始的试剂的延误。开始试剂的延误呢，就造成了完全不知道哪一个地区的病例更多。健康部呢 ，HHS 呢，也没有给这些制造试剂的公司订单，因为没有了这些保证金的话呢，这些公司未必会愿意做这么多的试剂的。万一这个病很快就消失了呢？那么他投入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但 HHS 呢，在当时的政府下并没有很认真的配合FDA 给这些生产商去订单。这个到了后来的这个制造疫苗的这个就解决了，健康部就知道你不给订单，没有给他经济的保障的话，是很难动员他们的。好，那么没有了这个信息预测到哪一个地方的传染严重呢，就根本很难知道哪一些地方需要更多的资源。在去年二月到七月之间，纽约有170万的人得了感染，而且因为当时的医疗机构是被挤兑了，所以引起的死亡率居然是高达1%。虽然现在在测抗体的情况下知道其实有多少人感染的话呢，就知道大概的死亡率可能是0.01%。那个其实已经在2020年5月的时候已经有研究者已经做到了。LA 就是 Los Angeles 已经有通过测抗体的方式知道当时的新冠的死亡率其实比较低。所以呢就在十月份呢，很多的不同的科学家，有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和临床的人都已经签了一个，就是呼吁政府不要再继续关闭市场，再关闭学校了。那个叫做 Great Barrington Declaration， 就是说既然致死率这么低的话，请不要再继续牺牲年轻人，就是年轻在工作的人的
工作和他的社会生活，也不要牺牲学生他的学习和个人成长的机会，来保护 很小部分的高危的人群。那么一开始 CDC 没有了这个事迹呢，根本不知道哪一些是高危人群，也不知道实际上是怎么传播的，所以呢就有了很长时间的误会呢，以为这个病毒和流感相似，就说它可能是通过飞沫啦，既然通过飞沫呢，就可能是表面的物品要很严格 的抹干净啦，导致呢在纽约每一天晚上的地铁呢都通宵的工人在清洁整个地铁每一个车厢，而且很多的人已经是严重的把注意力和钱财都放在清洁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在真正的人与人接近传染的厉害的地方，比如说bar， 因为在去 bar 的话，大家都听着很响的音乐，大声的讲话，那个传播很厉害。到了关闭了所有的东西的时候呢，又三月初的时候，在全国在开始关闭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只是根据在纽约的可怕的情况去决定整个美国的政策，但整个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口密度和生活习惯的，所以呢导致那个时候整个南方都觉得关闭了所有的生活呢，其实并没有自己每一个人都有眼睛的就看到自己的市区其实是社区是没有这些病人的，所以呢他们就觉得政府呢就是往坏的方面想呢，就是觉得政府是不是在想办法控制我们，用这个作为借口控制我们。往好的方面呢就觉得这就太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命，也太牺牲我们的生活质量和人权了吧。所以到了秋天在南方的病情反扑的时候呢，南方人很多的州已经人民不愿意去继续社交距离的间隔，以及甚至戴口罩所以他们的民选的政府呢就顺着民意呢就都不想就是自己下一次不能连任，所以呢就阻止了这个口罩的强制令以及就允许学校开放。那么我要讲讲强制，有中文就只有一个名字，但是英文呢有一个 mandate 和 compulsory 两个区别。 mandate 呢就是我要你做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做呢，你就可能没了这个工作，可能不能上学。 compulsory 呢就是无论如何你都必须要做。那最近的历史在美国要 mandate 就是说要你一定要打这个疫苗否则你不能上学呢，是在1991年在费城的当他出现了5个麻疹病人的时候，学校就要求要打了疫苗才能上学。那当所有的 mandate 都是有宗教的允许，就是说你可以讲自己的宗教信仰为理由拒绝接受这个强制。当时的费城呢就驳倒了这个宗教的允许，这是很突出的一次，就政府干预了个人选择，甚至以宗教信仰为选择都不被允许。可是就是讲来讲去都是很重要的错误，就发生在一开始没有事迹，不知道这个病毒是怎样传播，所以就误会了，把它当成是流感那样去隔离，也不知道哪一个部门需要重视，哪一个地区需要重视，所以一刀切引起了民众在其他地方没有疾病扩散到的那些地方的民众对联邦政府的失去了信心。美国人并不是天生就虽然是都对政府有戒心，所以才有民主选举，才
才不断的评判现在的做的好不好，要不要换一个。但是呢，公民意识并不是那么低的，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抵抗这个社交距离、戴口罩等等。只不过呢，实在是美国各地的情况这么不一样，在 CDC 没有用市机去反映到地区的不同的时候，联邦一刀切造成了很多当时没有波及的那些州在失去了几个月的商业自由和很多人小公司的破产之后呢，联邦的政治资本，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信誉，每一个机构都有一个信誉，他的信誉就没有了，包括了科学家的信誉。那么很不幸的，科学家其实就是台前的科学家，像 Dr. Fauci， 他也没有很好的得到 CDC 提供到的每一个地区发病率的不同，所以他也只能是推测。那么在一个地区在政治互相攻击的很严重的时候呢，讨论就不是互相提醒和补充了，就变成了政治的争斗，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人权这一方面呢，我觉得美国做得很好的就是失业保险本来就一直都是州的工作，但是因为这一次是联邦需要大家不上班，所以呢，为了补偿大家为了公众而做的牺牲，就联邦可以每一个星期每一个失去工作的人有300元的补助，那是在州的失业补助的基础上。州的失业补助是让你的失业的时候的收入是起码是失业前的50%。那去年五月呢，到去年就是在2020年五月截止那个时候呢，有1/4的美国人失去了工作那么联邦就一直在这样支持着这些失业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倒是联邦做的挺好的，因为你要个人去为了社会牺牲的话，你就要给予补偿，让这个人能够安心，否则也很难做到社会的协调性。中国的我就不了解了中国的防疫我不是很了解中国的疫苗我也不了解，但根据英国的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的数据呢，假如中国因为中国是1月20几号关闭就是封城武汉70多天的，假如中国的行动是提前了3个星期的话，全球的新冠的染病的人数加上死亡人数是现在的5%。假如中国是提前1个星期做动作的话呢，染病的人数是现在的1/3。这就是为什么关键的那几个星期在中国已经注定了全世界的疾病的走向。但美国做的如此之差呢，就是因为我上述的一开始就没有了一个检测需要的一个手段，也不懂这个病毒是怎样去传播的。谢谢，我就是大概就讲了这些，等一下继续讨论其他的。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陈医生，非常专业的这个经验知识，而且分析了这个美国防疫开始的一些，可以说是非常混乱我们看到当时是川普 administration。川普 administration 这个，我感觉他自己也不太相信科学但是这个具体我们后面怎么操作的也不知道。但是现在陈医生还理出来，这个 CDC 啊和 FDA 啊，他们各管一摊啊，什么这个混乱状态啊。其实当时最清醒的是谁呢？是 Matthew Pottinger 伯明。Matthew Pottinger 伯明是他是国安顾问，我知道。他是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他是国家安全顾问的第二把交椅，因为他是在
叫什么 Wall Street， 就华尔街日报驻中国工作了七年，而且他的太太是病毒专家，是在 CDC 工作的。他的哥哥呢是传染病的专科医生，是在西雅图华盛顿的。所以呢他是知道了很多东西，而且他一直就是离开了中国之后，他参加海军陆战队作为情报人员，之后呢就一直和中国的很多人有密切的联系。他当时就听到了中国的医疗人员告诉他呢，估计这个病起码 50% 以上的人是无症状的。那个时候才一月初，所以他听了这个呢就已经告诉了Trump。 但是 Trump 呢实在是没有 CDC 的一些资料。那这个教训呢就是给我们知道呢，实际上真的不能靠其他国家的人去主动按照国际的惯例或者签了的国际的协商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美国还是应该有自己的情报系统。所以现在呢有一个争论呢，就是美国的情报系统，就是间谍，要到哪一个程度去参与到公共卫生。因为公共卫生很明显这一次就已经是成为了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了，不再是以前是健康的问题，